就他居然拦着我，还打伤我家毛毛。哎，我家毛毛是我家儿子，他居然还不道歉。君姐，大厦有明文规定，宠物不能入内，而且我没有踢他的狗。你不道歉是吧？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全都走人啊？可以啊，要不你就给魏姐道个歉。不光是给我道歉，还要给我家毛毛道歉，还给狗道歉。让人给狗道歉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他是你生的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别仗着是老总的亲戚就跑到公司来耍威风。大厦有明文规定，宠物不能入内，你怎么那么特殊啊？他是我儿子，他跟你什么关系啊？还你儿子，好好的人不做，放着去跟狗认亲戚，你叫你儿子，你看他搭理你吗？吴总，每次来你们公司谈事儿都让我印象深刻，上一次是好印象，而这次真是让我领教了，丢人，赶紧走。等等，道歉。啥？给陆小姐道歉。道歉。